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虎父无犬子， NBA 不少球星的儿子受到老爹的影响，也走向篮球这条道路，比如詹姆斯的儿子布朗尼，韦德的儿子扎伊尔，而如今安东尼的儿子也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，他就是季扬安东尼。07年出生的小安东尼如今已经15岁，在最近一场高中篮球的比赛中，季扬的发挥就相当出色，尤其动作一招一式之间和他老爹卡贝伦简直太像了，不论是后仰跳投还是三分出手，从季扬的身上都能看到老爹安东尼的影子，不愧是从小和老爸一块训练练出来的。从小时候，安东尼就开始教儿子打篮球，并且每年休赛期，只要一有时间就要拉儿子到球馆。目前季扬只有15岁，但是却已经展现出不俗的篮球天赋。如果他进入 NBA， 则预计会参加2025届选秀大会。不过，小安东尼目前还是太过瘦弱了，看得出来身体对抗还是很吃力，并且应该扣不了篮。不知道各位读者认为小安东尼未来能够进入 NBA 吗？